这只主子是不是很得意呢？它叫做布欧，是一只八个月大的雄性布偶猫。如果大家见到它的话，就请帮手报警了，因为它怀疑被人偷走了。星期三凌晨一点几，旺角西洋菜南街旺角城市中心一间楼上派对房间姓蔡的店主发现派对房间的大门打开，而布欧就不见了，吓到心都慌了。于是翻睇闭路电视，就发现走廊位置有三个人抱走了布欧。他曾经在附近找过布欧，但是找不到，最后报警求助。蔡先生喊着跟我们说，布欧是他前女朋友送给他的礼物，不想没了他，希望贼人可以尽快将爱猫归还。警方到场经初步调查，指案件涉及三名男人，已经列作盗窃，暂时未有人被捕。